的成品针5万块钱是吗？还有攀岩卡的钱，今天必须还回来。是个男人就下来把话说清楚。谁呀、啊？那病狗认识吗？你不下来，那我上去。你个渣男，快还钱啊！顾子、啊，你给我下来！哎、别上，你顾子，你小心点啊！教练。危险！别走！我跟你说，你下来！找死林。